我们看下这题目。某人想了解某地区拥有手机的人的比率 P 有多少，他想要信心水准为99.7%，而误差在0.02之内。请问他需要调查多少人？那么在这里，我们根据题意，这抽样误差就是0.02。那么这会等于这3去乘以，这是根号 n 分之，这是根号 p hat 乘以一减 p hat。好，我们写在这里，这是根号，这 p hat 乘以一减 p hat。那么因为题目没有给这个值是多少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值可以用0.5取代。所以呢，这里我们代入，这是0.5。那么根号 n 乘过去0.02除过来，我们得到根号 n 这等于3乘以0.5，然后去除以这是0.02。我们两边同取平方，这 n 这等于这是0.02分之3乘以0.5，然后括号我们取平方，所以呢我们算出这答案是5625。这单位是人，也就是需要调查5625人，这个答案。